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感恩师父，同学的业障自己背。想帮同学问，01年属蛇的，他想问他的身体。几年属蛇的？01年属蛇的。01年是吧？是的，师父。好，这小孩子想看什么？身体。这个孩子我告诉你啊，有一点点自闭症，不愿意跟人家接触，喜欢一个人关在房间里。对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人很乖，人很好，就是不愿意跟人家一起，然后呢自己心呢有一点点的怕，什么事情都不敢出去跟人家多接触，明白了吗？尤其到了晚上，他就更不愿意出去了，因为晚上他可能会感觉到家里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气场，好像耳朵里会听到一点声音啦，或者听见一些门咣响一下啦。对的，师父。同学说他晚上经常头痛，睡不着觉。你要叫他念大悲咒，每天睡觉之前念7遍大悲咒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小弟啊，我告诉你，台长救救你，这种自闭症容易的不得了，你念56张小房子，放生80条鱼，这是我开出来最少的一次了。然后这个小孩子要叫他晚上房间里开一个大悲咒，轻轻地放，这个孩子很快，他现在精神上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有一些闪灵在他身上，因为他的家里曾经请了一些巫师给他们家里挂了一些符咒。对，鼓掌。你要叫你爸爸妈妈把那些符咒拿走，好吗？念大悲咒，小弟没问题的。像他这种孩子，身上有灵性的孩子，他看得见台长身上有没有光的，他应该看得见的，啊。有一点。因为凡是有一些自闭症忧郁症的人，他实际上跟灵性都有关系的，所以他要好好念经，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孩子我要救救他很容易，白天多晒晒太阳，晚上多念念大悲咒，很快就会好了，好吗？好了，师父，他想问，他要读大学的在印尼好还是在新加坡好？我看看啊，他几年属什么的？01年属蛇的。其实他已经报了新加坡了。对。台长厉害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让他到新加坡去读2年到2年半之后，他有可能会回印尼，但是先让他在新加坡去读2年。你让他去参加我们新加坡的共修会，好好的做功德，他什么都不要担心的，我们共修会的人都会帮助他的，他是个好孩子，目前很干净。好不好啊？好的。好好学点国语啦，啊，
印尼文也要好好学，国语也要好好学，要为啊这个中国和印尼的友好做出贡献。他说怎样才能去除他的坏习惯，他每天经常玩游戏机玩到二十四小时都不想睡觉，怎样才能去除他这个毛病？他毛病啊，没人管，念经之后就有菩萨管了，天天给我念经，你一玩游戏了眼睛就会痛，手就会酸，菩萨就不让你再玩了，听得懂吗？两星期之后你就慢慢的会减少一半以上的玩游戏机的时候了，你再这样下去你就没出息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谁来养你呀？玩游戏机能赚钱吗？不能。好啦，好好念经啦，吃素。吃不吃素啊？不。我叫你吃素吃不吃啊？吃，就吃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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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给感恩师父。好好。Nantikan kehadiran Master Lu Jun Hong di Jakarta. Silakan hubungi kantor Yayasan Singling Famen untuk mendapatkan tiket masuk gratis.